原标题：历史记忆之老北京消失的地安门老照片。历史记忆，老北京已消失的地安门。地安门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之一，是皇城的北门，天安门则是皇城的南门，南北互相对应，寓意天地平安，风调雨顺。地安门是北京皇城四门之一，皇城正门称天安门，名称承天门，东称东安门，西称西安门，北称地安门，名称北安门，俗称后宰门，亦称后门。54年底至55年2月，以整治道路交通为由，拆除了地安门及雁翅楼，下面为当年地安门老照片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。责任编辑。